我们已经在哈尔滨啦。在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因为现在我就已经身处在内地啦。我开始了我的宣传之旅，这是第一站，在哈尔滨。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方是零下三十几度的，我的嘴巴就一直在喷白烟，很多很多白烟。我在这里还有个特技，就是我会喷火，看着啦，保护它。你见唔见到？可唔可以学个圈出嚟啊？狮子咁咯。这里我觉得非常的美，从来没有在香港看过下雪，或者是满地都是雪的情况。然后我在车上面一直拿着我的电话在那边拍窗外的景色，觉得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。哦，对了，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国语呢？冇办法啦，我去内地宣传，梗系要讲国语噶啦，系咪？后来我们就去了彩排。是去哈尔滨市参加哈尔滨冰雪电影节。他们说红地毯是不是在室内，他们说当然啦，然后非常的放心，我就穿 legging 啊，结果等待出场的那一刻其实是失望。我穿那个露肩膀的晚装，然后穿那个 legging， 哇，非常冷非常冷。咁我啱啱咧已经表演完噶啦，咁但系咧佢门口有一个超大嘅冰雕，零下三十几度啊，夜晚高啊，我依家好冻，你睇下我又嚟啦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，有叶问的冰雕啊，这个还不是刘德华，这是刘德华来的，刘德华甄子丹，你看看我们见不到真人，见到冰雕多开心。其实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哈尔滨了，现在在上海，很开心就是可以回到上海，因为其实我是上海人，去香港以外其他的城市我都觉得好像在工作，可是今天来到上海其实都觉得很轻松，因为有家的感觉。其实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家，给你看看我的床。好啦，不要看那么多。本来他们有帮我安排饭店，可是我就是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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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 回家住这样，所以今天我就在家啦。上海朋友你们好。我先去，你们叫什么，洗洗睡。对，我现在去洗洗睡啦，再见。